虽然兜兜转转行咗好多冤枉路，我终于嚟到伊娃苏。嗰日我好难过，因为我始终都觉得企喺呢个瀑布下面嘅应该有两个人。1997年的一月，我终于来到世界的尽头。这里是美洲大陆南面的最后一个灯塔，再过去就是南极。忽然之间，我很想回家。我答应过阿辉，把他的不开心留在这里。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他讲过什么，可能是录音机坏了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只有两下很奇怪的声音。好像一个人在哭。